同学好，我们来看这个题目。已知矩阵 A 35负2 3，矩阵 B 23 1 1，若 x 加 b 等于 a，则矩阵 x 等于多少？好，我们解这一题呢，因为 x 加 b 等于 a 哦，那矩阵的部分哦，这边不能直接移项哦，它采取的是 x 加 b，两边等号两边都减 b。都减 b 矩阵，所以这边加 b 减 b 就会变成一个零矩阵，x 加零矩阵还是属于 x。这边 a 减 b 矩阵，我们就可以写下来，哦，所以 a 减 b 矩阵的部分就是每个元相减，3减2，5减3，负2减1，3减1，所以 x 等于 a 减 b，我们就把每个元做个计算。计算出来可以得到1 2负3 2，那这一题这样就求出来了。